Viewit 当然知道啊，非常非常好用。Viewit 这个 app 我知道，不管是在电视，譬如说 Apple TV 或者是 iPad 啊、或者是手机上面，只要在 App Store 上面 search Viewit， 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 app， 然后直接 download 就可以用了。下载 Viewit 的时候呢，他就不晓得里面有一个 location。就是你所在的位置必须要打开，如果你没有打开，你就没有办法看到 KTSF 26台的 app 在这个 view 上面。觉得这个 app 就很好，就是你并不需要任何的 subscription， 然后你想要看新闻的时候就可以打开来，然后马上就可以看到直播的新闻。更好的是它有 on demand， 就是说你以后可以看之前的节目，这样都不用担心错过这个新闻的时间。无论是在工作啊，或在做饭的时候呢，我都可以回播重温。您还在等什么呢？请立即全面使用 Viewit， 网上免费收看 KTSF 26台。